中午下班偷偷回家，给媳妇儿个惊喜，看他媳妇儿啥反应。媳妇儿，醒了，中午吃的不行。媳妇儿，我准备悄悄进去捂他眼睛逗逗他。哎呦我的妈。你别笑，王哥啊，那最后转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啊！快别闹，我爹衣服呢，你看没见吗？谁让你的？不过是那个哥哥，是我给我取的。我怎么是这样？都是你！你别笑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干什么？我中午回来，看看你吃什么饭呢？该说的饭。你跟我说什么？你回来你咋不跟我说的？我跟你出去吃大餐呢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有病吧你？啊，你中午你偷偷摸摸，你连个电话信息也没有。你行你，这大嘴。吃好吃的啊！我怎么了？我一回来给你个惊喜，你看你给我个，你来这套给我又是谁又谁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给你惊喜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呀？谁是李哥？谁是老王？谁是小罗？你这一套圈的你还？哎，老罗刚跳窗户走了。你回来也不跟我说，你刚才哎呀晃得我都头疼。晃你头疼啊？我腚疼吗你？回来家能自己开开门的，除了你，我还有小孩，还有他奶奶，还有谁？谁知道你把密码告诉谁了呢？天知道，地知道。是啊，你滚吧你！我一试一个准儿。哎，你一试一个准儿。你试什么了？你抓着了吗你？我抓着你了。抓什么了？你刚才说了谁啊？在家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谁知你干什么？你看这家人，哎呦，打扮这么漂亮，十万八千里，我就闻着你。化妆了，我就闻着你身上的那个狐臭味儿。滚！谁有狐臭？你还有？我没说话。哎呀，听脚步声，你知道吧？哼，你那一走一刚的，那你怎么不踩我呢？我为什么踩你？我就气死你！让你没事儿，你在这无聊。劝我你，你行你。你天天的，下次我再猜什么老脏老躁，给我滚！